俊杰在喝什么？你要做哪？这边吗？俊杰，谢谢，队长，妹妹，然后牛哥、静薇、俊烨，还有别人在等。你要这边看呢、哦？点开看吗？好，那就看了，现在看，赶快看。那个大声一点，声音要放出来。放很烦嘞，这样会很催泪。不会啦。开大声一点，开大声一点。有开声音吗？大家听不到。要开声音啊！声音最大声了，他的手。对，最大声。可以调冷度吗？想要用我的手机播给你看吗？好啊。有那个明显的。对啊。啊！好想抱抱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一万公里达成。像香跟跑者一样，继续向两万公里迈进。恭喜你完成目标。那必须啊，那挑战是不是顿发？这个明显的，里面有明显哦。姐姐妹妹爱你哦。您多讲一下，那我们好了，达成一万公里哦，继续努力。四万公里绕地球一圈吧。首先呢，我恭喜淑如呢一万公里达标。恭喜恭喜！不是肉好像要滚很久一点，很开心呢，能够认识这位这么 nice 的好朋友。羊肠捞得很辛苦，全部捞起来还是没有什么。可是肉要然后肉也对肉要煮久一点，都要滚到最后再中心灵魂人物。虽然呢，每一个人上班的时间。跟每一个人，跑步的频率或者是都大不相同啊，但是呢，大家还是可以很开心的在一起运动。然后每当有一起报名的赛事的时候呢，就属我们 Run 希望呢玩得最开心。您说是不是啊？所以呢，非常非常感谢呢，我加入了这个 Run 希望的大家庭。啊，也因为在里面认识了非常非常多的人，然后也特别感谢淑如总是私底下会给我打气，给我信心，然后让我觉得我不会在受伤的这段期间，有任何一点点的挫折感，或者是对自己失去了信心。当然啦，我也是蛮开朗的，不然我不会撑到现在。谢谢。一万公里达成，恭喜！还跟我说他戒酒了。嗨，淑如，恭喜你达成一万公里的约定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里程碑，我为你感到骄傲。希望未来你能够继续的开心的、无伤的跑下去。记得要跑慢一点。是，就是，当时你破万，在印度深蹲时，但是下一个阶段，我希望你就慢慢的、慢慢的上，慢一点。你破一万了，加油！祝祝大家一万公里约定达成，欧大拉！哈哈，这四个真的有
自己打。